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首先介绍列席官员，介绍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代理局长林秋燕，参事何志忠，介绍总统府法规会，主委郭淑珍，国使馆吴密察馆长，法务部法制司周文祥检察官，调查局总务处栾胜利处长，司法院司法行政厅许旭胜副厅长，国防部政务办公室蔡振守上校，法律事务司邱秉谦中校，文化部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黄龙兴组长，内政部民政司郑英宏检任视察，警政署秘书室张忠阳主任，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代表廖继斌执行长。以上介绍列席的官员跟代表。好，我们今天要下午的议程是审查本院委员游美女等23人拟具政治档案法草案与委员林俊宪等18人拟具政治档案资料保护法草案等二案。现在请提案委员说明与报告。我们首先邀请提案人游美女委员就第五案说明，时间六分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本席呢以及这个顾立雄委员呢，共同来提出这个政治档案法。那最主要的理由呢，就是档案法呢在2002年那施行到今天已经14年了，但是呢，但不时发生了政治档案的这个应用管理的一个争议。那以前呢，有美丽岛受刑人呢不满这个隐私呢遭揭露而控告档案局。那最近呢，也还有这个政治受难者的家属，还有历史的研究者、民间的团体呢，那频频的抗议档案局的过于保守，那妨碍追求历史真相。那档案法呢，不仅并没有去细分呢不同的这个档案的性质。我们知道说这个档案呢，在我们档案法要处理的其实是一般国家档案。那一般国家档案呢，它的最主要是在保存国家记忆的一个存在，以这个为目的。跟那个这个所谓的政治档案呢，它是在威权时期政府的档案的这个的公开揭示呢，它是有教育市井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两个目的呢是不一样的。那把这两个一个目的不一样的，把它放在同一部法典里面去处理呢，那就会经常发生这种所谓的政治案件的档案的应用管理的这些的争议。所以呢，在这里呢，这本席呢就参考这个德国的这个前威权这个威权政治档案的这个法制呢的一个最完整的这个规范呢，就是德国的这个经验。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东德呢，德国呢，它有这个前东德国安部的文件法，那它是为了保护呢文件当事人的资讯的自由，那当事人失踪者还有死难者的人格权的一个保障，那就是包括他的隐私权。那对于前东德这个国安部的行为的这个法律的回顾和探讨呢，以及对前东德国安部的行为的历史、那政治的回顾跟探讨等这些法益呢，都赋予个人跟官方还有非官方单位之文件呢禁用及资讯的公开权。那此外呢，该法呢并进一步呢在法益保障的优先次序上呢做了明确的一个决定。第一个呢是就将文件的当事人再区分为加害人和被害人。那被害人呢，他享有高度的资讯自由跟隐私权的保障，那加害人则没有，而且被害人的资讯的自由呢要先于加害人的隐私权。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肯认历史真相的一个公开与历史回顾反省是必须要给予保护的这样一个重大法益呢，那不可以以这个隐私权为由来阻绝历史真相的一个公开跟反省。那综上呢，就是鉴于当前的这个档案法，它并没有对威权时期的这个政治档案的制定呢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规范，
也为对呢这威权时期政治档案的这些特性呢来进行适当的这个法益衡量等等这些的问题，所以呢这以前东德国安部文件法这样来做一个蓝本，并且参酌呢档案法、还有个人资料保护法、政府资讯公开法、行政程序法、还有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动员戡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等等呢，拟具了这个政治档案法草案，那一共有21条呢，那希望能够促成台湾呢彻底的落实转型的正义，那将历史的正义呢还给受难者跟家属，那将历史的真相呢能够还给下一代的台湾社会。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政治档案法草案，谢谢。好，谢谢委员的说明，我们接下来请提案人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我们接下来进行报告。首先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代理局长来进行报告。主席，我们各位委员先进以及与会的机关代表，大家好。前方荣幸应邀列席以及代表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针对政治类国家档案的征集、典藏、开放运用以及后续的法制推动事项进行简要的报告，也请主席跟委员会事指教。首先针对政治类国家档案的征集跟典藏，档案管理局从民国89年在筹备处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多次的展开政治类国家档案的征集跟清查，并且陆陆续续来进行移转。那么截至今年6月底止，我们从各个机关移进档案管理局的政治类档案已经有413.63公尺，那么也列为我们档案管理局在相关整理工作的最优先事项。所以目前在政治类档案的目录开放的可查询率已经达到99.67%，而档案的数位化也已经达到99.2%。那么有关政治类国家档案的开放运用，以100年到目前6月底的5年多的时间来看的话，我们在提供民众申请应用以及机关的检调有关政治类国家档案，我们目前提供出去的大概在近5年已经有超过20万件，换算成页数的话有超过300万页，那大概是占我们所有国家档案应用的一半以上啊。那么102年，我们为了回应转型正义，我们也主动的去修正档案的阅览、抄录、复制的收费标准，对于重大政治事件当事人或者他的家属，如果申请他本人相关的国家档案，我们提供同一个档案免收一次费用的减免措施，并且也主动的去联系跟减还已经付的相关费用。那么目前本局在政治类国家档案的开放应用实际的准驳工作上面，我们是依照档案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且参酌政治事件当事人或者是家属或者是学者专家在应用档案的相关的需求，我们进行综合的考量，去权衡在开放档案的公益以及保护个人资料隐私的私益中间，我们依法以尽量开放、最小限制为原则，提供外界来应用国家档案。因此只要是档案的当事人使用他本人的相关的国家档案，我们是不会，我们是全部的提供，不会做任何的这个分离或遮掩处理。但是同案里面，假若说有涉及到其他第三人的个人资料或者是个人隐私，我们会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的分离原则，对该部分的档案进行遮掩或是抽离之后来提供应用。那么后续档案管理局会持续依照我们已经针对政治类档案设置了专属的服务窗口，同时我们也提供了相关的简便的措施，我们会加速来进行相关的档案应用提供的工作。
那么有关政治档案的开放运用的这个法制的推动事项，那由于本次的会议主要审查的是游委员的政治档案法以及林委员的政治档案资料保护法，那么主要是参考德国的推动经验，对于政治档案的这个开放运用以特别法来进行规范。我们对于委员推动转型正义的这个努力跟推动，我们表示衷心的这个感佩。那么由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目前正在大院审查当中，那么草案里面是明定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要去规划开放政治档案的相关事宜，因此在相关法案的推动上面，我们建议是不是等这个条例立法通过，行政院成立促转会之后呢，经过整体的检讨跟规划，在符合宪法以及各项法律的原则之下，我们能够扩大政治档案的开放运用，以回应社会各界所关注的转型正义，以及能够加速的来全面性的提供国家档案、政治类国家档案的开放运用。那么以上报告，敬请主席以及各位委员来指教，也祝各位委员跟主席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局长。我们接下来邀请国史馆吴密察馆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先进，大家好。今天贵委员会审查《政治档案法》草案及《政治档案资料保护法》草案。本馆应邀列席报告，自感荣幸。两项草案第十六条均明定，为推动关于二二八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戡乱时期之历史研究与公民之转型教育，国史馆具有下列职权：一、二二八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戡乱时期相关民间档案之征集；二、政治档案数位资料库之建立；三、政治档案汇编之编撰；四、奖励推动二二八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戡乱时期之历史研究及出版。本馆长期为历史档案稽查机关，草案所述四项职权，若蒙大会通过，大院通过，本馆将以既有相关推展经验为基础，本于全责积极加以推动，说明如下。首先，征集民间档案方面，在政府启动转型正义工程之后，相信将有更多民间之文献史料得以出现或被发现。本诸稽查历史资料之职责，本馆将依法进行收集稽查，建立友善的通报窗口，提供民间有意愿者接洽，并且开放各界使用。第二，建立数位库资料方面，本馆历年已陆续建置政治档案相关主题网页及资料库，诸如雷震先生网页、国家历史资料库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史诗专题。未来在此项职责上，将以既有的数位资料库建置经验为基础，建立政治档案主题之数位资料库，供各界应用，推动公民之转型教育。第三，政治档案汇编之编纂方面，本馆已先后出版《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十八册》，以及《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丛书》十七册。本法通过后，本馆将本于全责持续进行政治档案之编纂工作。第四，奖励研究出版方面，在四项职责上，本馆将会着力于奖励民间进行二二八事件、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戡乱时期之等相关主题之历史研究，并完善研究成果公开的线上环境，其实各方研究能量持续累积，并且鼓励出版相关主题之书刊，以增进公民对于转型正义的理解与关切。以上报告说明，谢谢。好，谢谢这个吴密察馆长。好，我们现在
已经报告完毕哦，进行询答。那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0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均不再延长。下午3:30截止发言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顾立雄委员质询。报告各位同仁，今天是我第一次进到立法院以来登机到第一号发言。所以星期五请大家吃珍珠奶茶。好，主席，各位同仁，那是不是请那个档案管理局请林局长。林局长。委员好，是，您讲那个，我想这边请教一下，就是说，就这一个，你刚刚有提到的是说，228的档案嘛，哈，是美丽岛事件的档案。那我想先请教一下，关于白色恐怖时期，当然就是指，大部分大概是戒严时期跟动员抗战时期，哈，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白色恐怖，的档案的部分的征集的一个状况是如何？是，跟委员报告啊，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政治类国家档案的征集，除了228美丽岛之外，我们也包括了其他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总共有173.6公尺。那这个就是所谓在戒严时期的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里我们的时间在从民国27年到100年间都有相关的档案。那主要的来源包括了国防部、国安局、国安会等等，有38个机关。好，是。那你这个讲的38个机关啊、哦，是。那我们大家很重视的大概就两个，一个是调查局，一个是警备总部。是。那警备总部大家都很清楚，动员抗战时期终止之后，他后来就裁撤掉了嘛。那警备总部的档案呢？我们也有一并同意转。警备总部的档案在他被裁撤的当下，他的档案到底保存的状况、跟征集的状况、跟移交的状况是如何？有特别。这一点可能应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大家都很关切警备总部的档案。是，跟委员说明啊，目前我们因为他这个裁并了之后，我们主要都是从国防部这边来移，包括警备总部的相关档案。从国防部那边来移。是的，是的。那就您的理解了。是啊、哦，我国防部移交了这个档案齐全吗？我们因为启动从89年到现在啊，我们总共启动了清查跟相关的移转，大概有8次。我现在在问一件事了哈，我们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再去找得到警备总部的档案，还留存在这一个外面，没有交到档案管理局？放在国防部或者放在不管什么地方。是，我们跟委员说明啊，我们今年在6月20号，我们曾经有函请所有的机关再做一次清查，只要是属于戒严时期的档案，我们要求全部改列永久保存，并且要移到档案管理局来。那国防部其实其中之一。那国防部因为这样子有没有跟你回报说，哎、欸，他又找到了，还是根本都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国防部目前还没有回复，还在清查当中。那我再问一个单位，调查局。调查局在白色恐怖时期，就这个符合政治档案法的定义的相关的政治档案，应该也很重要，好、哦，一个重要的单位。是。那就这一个部分，调查局至少到现在还存在嘛？那调查局的有关相关的白色恐怖时期的这个被定义的这个政治档案，现在怎么样？好，跟委员做报告啊。调查局有关于民国三十九年到76年我们所审选的这些档案，在今年度的6月，我们移进了591卷的档案。今年的六月。今年六月，我们移了591卷。那从91年，包括美丽岛，包括这个重大政治事件99、102等等，我们其实移了很多次。那它的相关档案在目前在档案管理局里面总共有2113卷03件。好，那还有少数64案是因为机密档案还在清查当中，那基本上已经有2000多卷的档案已经移到档案管理局来了。就档案管理局理解，调查局在保管这些相关的档案，不管现在已经列为非机密，还是列为机密的部分，它保存的状况到底好不好？保存状况，哎，就是说，哎，我们以后定了政治档案法或者档案法修正啊，增加一个章节也好，那我们现在要进去调查局。就档案管理局也好，或者哪个单位进去，我们开始要进去看一看呢。那
是发现到说，哎，这个资料大概都已经被调查局销毁了，还是说，哎，这个还保存得非常的良好？你觉得是哪一种状况？跟委员说明啊，因为依照档案法规定，档案法施行之后，各机关它不能任意销毁档案，必须要整理了销毁计划跟目录，送到档案管理局核定之后、核准之后才能销毁。那局长，我问你一个案例啊，监察院陈丰毅秘书长的案子，在2011年6月的时候，他因为将已经归档而没有预保存年限跟永久保存的调查的这个档卷，从档卷室移出以后呢，直接将部分内容抽除焚毁。后来这个案子，这个移送到这个地检署，地检署以就不起诉，但是他最后还是被记申诫。申诫的大概一个相关的理由，大概就提到说，他没有能够督导擅造实际去化资料的内容的清理，这个清澈来供这一个监察院管制稽查，影响了监察院党建业务的管理，有违公务员服务法第5条、第7条所定公务员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子的一个这样的规定，然后记得申诫一次。是。那现在档案法的第12条，它大上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各机关要销毁档案，要先制定销毁计划跟销毁的档案目录，送交档案的中央主管机关审核。那监察院的这个案例，是代表着你们的12条有用吗？是，跟委员说明啊，那监察院这个个案，其实我们局里面有多次的去了解跟辅导。那我们初步理解，大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保存年限区分表，因为有更迭。好，那他因为在保存年限区分表是作为档案清理的判断依据，他们因为有修正有更迭，那么要用新的或是旧的去判，要新的去判断旧的档案，所以有一些可能误解跟作业上的问题了啊。那但是其实他真的要做一些处理的时候，他还是应该有内部的鉴定跟审选的机制，所以应该是这个部分。堂堂一个监察院都没有办法能够期待。他是能够确实的依照这一个要求来实际擅造这一个清澈，然后来管制稽查，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是。那现在档案管理局，你们现在是属于国发会所属底下的一个算三级机关。三级机关是。那监察院会听你们的吗？或者是说调查局的？到底你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治档案？我们能够依照的就是档案法的相关规定，因为档案法第12条有规范，另外在它的这个罚则章也有一些处罚的规定。那目前其实各机关是依照档案法跟我们档案法的24条规定，都明知不应销毁，这档案销毁要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人因为这个而被判过刑？目前就我们所知是应该没有啦。那你们现在要求说要先制定销毁计划跟销毁的档案目录，这样的档案目录到底是详细到什么程度？是，目前的档案目录有2种，一种是用案件的层次来编的，就是会是我们一般可能所习惯知道的这个用案由的概念。那也有些是用整案的案名的方式来做这个销毁目录的送审。那因为销毁目录送审的同时，我们要求机关是要并同前面要有一个销毁计划，告诉我们你现在要销毁这些的内容数量是依据你的保存年限区分表的哪些事项来做判定的。那现在就是说，根据这样的销毁计划，销毁的档案目录，到底我们档案管理局有没有办法能够去实际的监管他们这些所谓实质应该要保存的这些档案，而被有意的或意外的销毁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到底能够管制到什么程度？现在是特别，现在政治档案法的订定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从应该是2003年档案管理局应该就成立，档案局是在那个90年底就成立了，90年11月就成立了。2001年的时候是扁政府的时代成立，是我那时候还当过书院会委员呢，很久以前的事。那个到现在为止嘛，对不对？也经过这么久了，到底啦，对于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种风险啊，消失的档案，到底档案管理局？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人家觉得有信心说我们还可以去追寻从这个在戒严时期或动员抗战时期的相关的政治档案、
跟委员报告，因为其实档案法施行之后，我们启动了几件事情。那其中有一件事情包括了，我们要求机关必须要清理跟建档所有的档案目录。目前我们收集到的目录总数已经有超过5.2亿笔，是开放在我们的机关档案目录查询网去提供外界查询的。所以我现在还是总结，就是刚刚讲到以监察院这个例子，到调查局、到警备总部，这已经被裁撤的单位，整个来看，我们来想象一个白色恐怖时期所应该留存的相关的政治档案，现在的这个状况，在档案管理局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已经齐备，还是有很多的档案其实是散落在这些我们认为应该还要再交出来作为永久保存的这些相关的留在他那边，而且还有着被销毁的一个风险嘛？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要去关照的嘛，对不对？是。所以具体来讲，比如说监察院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调查局，那来看警备总部嘛，对不对？是。那档案管理局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就是说白色恐怖时期到底现在征集的状况，你们认为是如何嘛？是。我只能跟委员报告跟回答，就是我们目前已经收整到这400多公尺的档案，其实它的这个站在目前国内的各机关的档案的集中上来看哦，应该是最为这个齐全的。那但是我们不敢说各机关手上还有没有，因此在我们在历次里才会启动不好多次的这个政治档案的这个移转。那到今年6月，我们再一次的请机关再清查一次。那这中间我们就是OK， 好，那我们6月20号所发的文呢，到目前的统计大概有2个机关有函复说还有管有这个档案量大概是18件，有2个机关回复加总起来有18件。那目前我们有收到63个机关函复是手上是已经没有相关的档案了。那现在刚刚我最后还是再追问一下调查局的部分，你们到底是认为好还是不好，他们保存的状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公园报告，今天好像也有法务部的人嘛，我先简单的说明，因为法务部其实这几年在我们办理金档奖评奖的时候非常的积极，他们都会进行辅导跟包括自己跟所属机关，所以就我们的立场来说，法务部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调查局有来吗？我最后再花一点时间我问一下调查局，你们到底有没有曾经把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档案销毁？调查局总务处栾处长，你的答案是有还是没有？委员好，调查局没有把这个戒严时期的档案，任何的档案销毁了。这是一个明确的承诺，是，一直是保存到现在，是，没有任何做过任何一次的销毁的动作，没有做过任何，我们在档案管理局的下面来征集、来征选、来移转。也就是说，所有历来每一笔在这个威权时期相关由调查局负责做的这些我们现在所被定义下的政治档案，调查局都可以完整的把它交出来。对，我们有完整的保存保管哈，没有销毁的。那这个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这个时间可以就是档案。就是调查局一直保留的档案都没有销毁，只能这样说。呵呵，自己说什么时间，我们是没办法定义。那个国防部的部分，你那个对不起，那问一下党委，你说国防部的部分是，如果警备总部的部分是当时是，我们从国防部移转的，回到了国防部。是。那国防部有没有人来？后备。哦，蔡上校。哦，上校。来，我麻烦请跟你确认一下，大家很有兴趣想要知道一下警备总部。警备总部有没有曾经销毁过？警备总部的资料啦，哦，应该什么也不是，你就警备总部被裁撤掉之后，相关的这个资料到底保存的状况有没有曾经被销毁？因为现在他们接管机关是后备指挥部。改制后变成后备指挥部，那现在应该是有存在，但是在包围所谓销毁的部分，在档案法还没有就档案管理局还没成立之前，销毁的程序是各机关的权责，那我也不敢保证之前是不是有销毁，但成立之后都按照计划销毁的程序报档案管理局审查。那这样销毁的这样的一个资料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啊？
因为你刚刚讲都有报审查嘛，对不对？那个是之后的，就是档案法之后。那之前档案法之前呢？之前因为是各机关权责的部分，那各机关权责你要销毁也有记录啊，这个要查报。不能总不能说你后备指挥部，那这大就哪一天就性之所至就把档案拿出来全部把它烧一烧，然后这样。这个是我不想，这个我们还在清查，就像那个局长讲，我们已经在他们六月二十号发了。已经在请我们所属在我承办的雷震的回忆录案啊，是当时真的就是新店监狱，我了解是新店监狱，就把它拿出来啊，就把它烧一烧，这样。那后来到了扁政府时代了，我们要求公安部查，还真查出来一点，但是也是只有断简残片的。所以哦，这个要看下的力道是到什么程度啊。是，所以这个雷震的回忆录啊，雷震的回忆录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就这样子一声令下就销毁了。那我不晓得警备总部啊，警备总部，哦，在被裁撤掉以后，你竟然说整个党卷去交到了这个后备指挥，他们应该是主管，他们是整个组织调整后转到了后备指挥部，现在的后备指挥部，他那警备总部是那照道理讲，整个党卷的也都应该移对悉数是全部移到这个单位去啊。如果现存的那时候时空现存的档案，应该是要移交到现在后备。那这样的话，能不能要求国防部就这个部分，整个警备总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党卷的一个历来保存跟如果有销毁，是那也有销毁记录，能不能提供一个报告？我们要再请他们做一些整理，才有办法提供出来。因为历来我是不知道前人有没有追过啦。我们大家，我至少我是很想知道警备总部的资料现在到底是春瓜这样，还有没有东西？其实给党管局的部分，其实应该都有记录可查。那因为销毁程序上都是奉核定才会做销毁，所以不可能是我们后备指挥部自己做销毁。是啊，是那所以警备总部这个部分，警备总部这个部分能不能给一个报告？这个我要了解这个。你是哪个单位啊？是政务办公室。哦，我们是档案的那个国防部的档案管理单位。档案管理单位，那对啊，那你档案管理单位你要了解啊。是，好不好？是，可不可以给一个时间？给个时间。给个报告啊，要给我给你一个时间啊。OK， 一个半月。就。警备总部的部分吗？还是對单就警备总部那个时期的销毁的警备总部，就是存在威权时期嘛？是之后转给后备指挥部嘛？所有的销毁的对所有的这些记录，销毁的记录，档案的保存的状况是销毁的记录，写个报告是可以吗？是，可以哈，是好 ，OK， 好，谢谢，谢谢委员。顾委员，你要麻烦上来帮我主持一下。好，我们现在请段委。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要麻烦档案管理局的代理局长林秋燕林。好，请林代理局长。委员好，这个局长，我顺着这个顾委员的这个问题啊，再跟您请教了。不敢当，是。以刚才这个例子，因为我一时间我当然没有去查到说雷震回忆录啊，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档案法或者是未来的这个政治档案法要保护的范围？譬如说雷震回忆录好，因为我们档案法规定的是要正归档的这个。这个资料对不对？是。那这个他要照程序来归档。那假如说他只是一个资料的话，他可能烧掉就烧掉了，因为他可能不是这个档案法所要规范的范围啊。这个您了解吗？是。他是这样吗？雷震回忆录的状况。雷震回忆录，我等一下请同仁查一下我们局目前的这个典藏大概是多少，请可不可以请同仁查一下啊？那至于就是刚刚委员所提到的档案的归档，我们目前的确要求机关是要依照管理程序归档，纳为档案之后，他就要受档案法的约束。是，他要依程序归档，是他纳为档案之后，他才受到档案法。是，那以后的政治档案法其实也一样，就如果照我们现在版本，它的定义啊，政治档案定义，他也必须他。是档案，
然后它才会是政治档案啊。第二个问题也是接着顾委员的问题问了，就是这个历次对重大政治事件档案的征集啊，是，我看到你们的资料说，二八事件档案我们有在清查过，对不对？在民国102年哦，是。可是这个移转的情形哦，为什么还有依国家机密保护法第12条规定，核列永久保密，或机关人据业务参考需要者，暂不移转？暂不移转的是哪些机关的资料，或者它列为永久保密的是哪些机关把它列为永久保密？你手上是？我们主要是尊重这个机关，依照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属于这个情报来源。有哪些机关还把228事件的档案列为永久保密，或者他机关仍然有参考需要可以不移转的？你先查一下吧。有哪些机关？是，鲍委员，我目前所掌握的大概有国防部的所属机关。国防部来。那详细的情形我请同仁再查一下。是，不要麻烦。另外，我跟您请问另外一个问题啊，是，就是这个，跟你请问这个陈文成事件的档案啊。陈文成事件是发生在民国79年，79年嘛，对不对？嗯，79年。就美丽岛事件后2年了，1981年了。70年。七十年了，是1981年了哈。1981年发生的陈文成事件啊，那这个陈文成事件呢、啊、的这个资料，我们知道有人去查过、啊，是这个被抽离陈文成涉嫌案约谈及处理经过检讨报告与陈文成涉嫌案侦办经过的报告，在档案里面都被抽离。这个抽离的原因，是因为涉涉国家机密，或是当事人要求抽离，这个闹过新闻事件，所以应该您应该知道吧？我们局的确有一些陈文成的这个档案啊、哦，那但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去做，除非里面有涉及到第三人，就是如果是他的家属来申请，其实是我们会全部提供的。那如果是第三人来这个申请的话啊，有可能抽离的是，例如说假设有这个死亡的这个验尸证明，或者是说有病历等等，这种属于个人隐私的部分，有可能做抽离。否则在这个，但是整个检讨报告跟侦办情形，你如果是抽离的是，我知道你们照规定有一些是个人隐私报告，但是问题那个有可能会遮蔽，有可能会抽，是，但你抽离的是整份报告，两份报告都抽离。是，委员所指的是来跟档案局申请吗？是啊、还是在跟档案局申请？是啊，去档案局看的、啊。是，我先跟委员说明一下，你档案局看的，你那个档案那个资料里面，就是它会有附一张这个注明就是被抽离嘛，这个报告被抽离。是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说，假若说是第三人来申请的话，我们会抽离的情形，大概就是属于特种个资，例如说他的这个病历，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死亡报告，或者是说有一些是财产的这个清册啦，或者是户籍成本。那我问你，陈文成涉嫌案约谈及处理经过检讨报告，为什么被抽离？如果依照目前这样判断，不应该。所以是不是个案情形，我们能够再查清楚之后再跟委员汇报？查清楚之后，麻烦跟委员会能够说明，在下周之内，就是这周了。这个今天是星期三嘛？是。你们还有明后2天的时间，向委员会跟委员会的委员请送书面报告。好。那另外，我刚才请问的问题，我们请这个国防部蔡上校。是，我能不能先补充委员刚刚问的雷震案，在局里面我们刚刚请同仁查，目前在档案管理局有关雷震，我们用他的这个名字当关键字查的结果，目前在档案局有10个案子加101件的国家档案。那以上说明，谢谢。二二八事件的档案，国防部为什么会有一部分的档案没有移转？包委员应该是机密档案的部分。228事件是228事件的档案是机密档案的理由，
原因是什么？你要有理由吧？是。什么理由？哦，你先，哎，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那谁知道？是谁把它列为机密的？啊？1947年到现在，70年了。是。那这个机密要机密到什么时候？我您现在讲的是我们国防部存款，还是还在党管局的部分？我不知道。是。是档案管理局还没有移转，因为这个来，我们请局长，你们的资料，102年228事件档案再次清查。是。里面有一部分。还没有移转嘛，对不对？是。依国家机密保护法第12条规定，核列永久保密或机关人据业务参考需要者，暂不移转。还有一部分没有移转。对。那你刚才跟我讲的是你所知道是国防部嘛？目前知道的是国防部的军情局，对不对？还有什么？目前我们查到的是有国防部的军情局，还有法务部的调查局。法务部调查局，对不起啊、哦，请上来，你不要跟他对不起，你不讲出来就是你的责任。主要是因为那个情报来源。来，国密法的。来，栾处长，什么理由？你们是根据你们业务还有需要，就是228事件你们还没办完，是你们的业务需要，还是？依据国家机密保护法要核列永久保密，跟我一报告好，调查局没有228事件的任何档案，没有，哎，调查局没有，档案局说你们有，你们说没有，我们在91年12月18日228基金会到局里面参访，我们也跟他们报告了，来档案局，这个调查局说他们没有。不要笑、啊。我请我们的、這個、不好笑，我请我们侦缉组的组长补充说明好吗？对不起，不好意思，应该是说，之前38年前的法务部调查局这边已经都配合完成移转，那现在在他手边，今天讲还有64案，是因为应该是时间刚刚提出，抱歉，是39到76的部分，他是因为还有。64案是列机，那是228事件吗？那应该不属于228事件时间范围，只是说因为228事件虽然是在34年到一直到38这段期间发生，可是之后其实机关有的档案，即使在38年后也都有陆续后续相关，所以我们不能够很明确的说，所以调查局还有一些案件是228事件后续的发展或者相关，是不是后续可能没办法，因为我们没办法看到那个案，你们看不到，是因为那是，所以呢，列密调查局在从民国34年到民国70几年76年39到76，39到76年，还有几件，64案，还有64案还没有移转，是给国家档案局，是的理由是什么？他们是说，因为他是涉及机密，然后他们必须要再清查检讨，然后再做一些调整，解降密后，我们再会在择定期间做移转。什么时候告诉你们的？102年。今年的6月。今年6月20号办理的。来，那这个处长，你们在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整理完？与我们跟党管局这个协调，就是我们审查完，我们再请我们相关单位再。详细查核以后，我们才把64案再移转给。大概要多久？大概时间可能现在目前可能大概要半年以上啊。要半年以上。好，你请回。我们请这个，对不起啊，我再问。那国防部，你请回。那档案局跟我说明，那国防部呢？国防部是什么资料？军情局应该也是列永久保密的部分，档案法第12，是国密法第12，不是跟228相关吗？是哪一年的？哪一年的资料？来，档案局，你们手上的那个侦缉组，你们手上的资料，军情局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的？可能回去详细的时间要再查，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在清查，就是属于整个我们调查时间范围蛮广的，有从228的。102年是228在清查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资讯做回报。那还有一些可能在整个
跨到比较近期的也有，那主要102年的228再次清查的时候，他们回复的是因为列绝是依照国密法去列永久保密的。这个这样稀里糊涂的哈，其实我们坦白讲，我们不晓得你们手上到底啊还没有完全移转的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啊。那这样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决议啊，要求你们要这个要把它清查完毕啊，要做一个报告给我们，就是你们所还没有完成移转的部分啊，要做一个调查报告给我们。报告委员，哦，那因为我们这次刚刚我们局长有提到说，我们今年6月20号有函请机关再次清查228美丽岛的，那截止日期是8月15日。那我们等到整个结束以后，我们把各机关回报情形再做一个报告。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接下来邀请张宏禄委员。不好意思，我请那个林代局长。请档案局，来林局长。局长有几个？委员好。嘿，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哈。我们档案局目前我们是只有征集档案，好，的业务。那你们征集档案的话，你们是只有好各机关送给你们的，还是你们可以去各机关看他们有没有确实把档案全部都给你们？是，档案管理局分成征集、典藏、跟应用，还有资讯组，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流程一个流程接着来进行相关国家档案的征集、典藏、跟应用，跟用资讯化的方式来做管理。那么依照我们的相关规定，档案管理局绝对可以到机关里面去了解他们的档案管理的情形。我们目前在征集的工作方面，是我们每4年会订定一个国家档案的征集计划。那依照这个计划，我们分阶段、分年。好，很有系统的来逐步的来做移转。那另外我们每年也都有相关的评鉴机制去到机关里面做实地的评核。所以你们可以到各机关里面去查嘛，是的，他们有没有确实嘛，对不对？是的。那你们去查的时候，他们列为永久机密的可以看吗？可以查吗？我们可以看目录跟看到他封套的管理情形，但是不能看到里面。对对嘛，我知道嘛，可以嘛哈。可以。可以嘛哈。对 啊，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刚刚啊两位委员在问的有很多，你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些，他们没有给你们的，你们随时可以去查啊，是，你们随时可以去看啊，可以给我们本委员会，对不对？2个礼拜就可以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大概粗略的情形是什么了啊，可以吗？是，跟委员先进行说明啊。在机关用机密档案管理，它在录案的方式上面也有一些是用密不录邮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知道它是机密档案，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案情，因为它的案名上面会写一个密不录邮，会有这样的情形。至少赶快去查，不然我不要指明哪个单位啦，好，也不用说什么，我们举个例，以前常常就会有，哦，公家单位就水灾之后什么资料都不见了，然后有时候会半夜会忽然有火灾，欸，我在问你啊，局长。我就是目前在这个管理上面啊，我跟委员做说明，就是如果是移到档案管理局来的，我们每年都要求机关做机密档案的解降密。回答我刚刚请教你的问题啦。是，我没有移到你这边的，我不管了嘛。是。如果是在机关的话，哈，目前的确是要透过这个稽核评鉴的方式，才有办法做了解跟掌握。对嘛？那我刚刚的要求嘛。哦，是啊，你们可以赶快去啊，至少简单的目录赶快给我们本委员会啊。这应该2个礼拜就做得到了吧？这刚前面2个委员也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啊。报告委员啊，目前因为全国适用档案法的机关是有好几千个，每个机关都有机密档案。那如果说要做实地的这个管控，我们必须要把它这个范围对象要框出来。那就刚刚大家讲的嘛呀，是，哦，有比较特定的，还，啊，有比较那个没有的，这不会超过5个机关吧？2个礼拜应该做得到吧？做啊，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请原有这个管有机关啊来报送我们做这个实地的了解，好不好？
我跟你讲哈，如果你又让原有机关，那原有机关他报给你的到底是真是假，你连看都没有看过，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你们都是书面嘛，对不对？目前呐、啊，你们的运作几乎都书面吧？评奖的时候是实地，我们每年都有评奖机制，啊、对是实地。对啊，你在征集资料什么，大概都是书面嘛？没有征集资料，我们会带着，我们会组成学者专家的评鉴鉴定小组，我们会实际到机关里面看着目录跟档案，实际做审选。我们不会只有做书面。好嘛，啊对 啊，如果这样的话，你们都有啊，这个业务都有在推啊。是的，是的。那你是觉得两个礼拜太短，还是以你的能力一个礼拜就好了？各位委员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等一下也许我们再请教委员，就是我们框定范围，例如说五个机关，如果是这五个机关，我们的确可以马上启动，让同仁去做实地的了解。那你刚刚讲的嘛，调查局、国防部嘛，那就这些赶快就先去啊，有困难吗？可以了，可以进行了解了，可以了。我们来试试看，做实地的了解。不是啦，我现在就要求啊，是两个礼拜啊，然后跟资料赶快给我们司法委员会啊，给本委员会啊。我现在是要求，是，不是说你试试看可以吗？好，可以哈。好，这一点谢谢你哈。另外哈，我对你们这个，我有一个。不大哈，请教你一下哈。不敢当，是。你们的报告里面，征集移转相关档案，这用公尺计，哈、嗯。然后呢，你们后面呢啊，又有说民众申请国家档案，然后几件，你们用公尺计跟用这个到底是，好，这点我比较不懂。是，跟委员报告说明啊，国际之间计算档案的容量或是它的这个典藏量，多数是用公尺。最主要原因是说，一个案子它的你这个是数位化之后还是非数位化？实体档案，实体档案，当它放在架子上的这个厚度啊，所谓的公尺数是根据它的厚度来计算。因为如果用件，每个件有可能是三页，也有可能是300页。那一个案有可能是一卷，也有可能是50卷。所以那个数字的数量会不够具体，所以国际间在计算档案的容量都是用长度来做计算。那个长度的计算方式就是我们档案立在我们的这个档案架上面，它的厚度的总长是。啊，所以总共多少件我从这里面看不出来嘛，对不对？好、哦。您说那个政治类国家档案吗？对啊。目前我们在这个计算的方面的确是用公尺啦。那个数字的概念，我们清查出来好像是6000多案，对不对？总计应该是6000多案，但是因为案的厚薄其实是不是很。这我们都知道了。是是。嘿，6000多案。因为我为什么要特别，就是跟刚刚我请教你的就相关了哈。你去各单位查档案或什么，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去各单位去查。好，应该主动啦，而非被动。好，不然有很多的资料，我如果我机关我都和永久机密和什么的，哦，机密非机密不是你们的业务吧？对，那个是国民法的主管机关是。那不是你们的业务嘛？是，对不对？那我很多的资料我都是啊、哦，我都是机密，很多的档案我都是机密的话，你根本连看也不能看，你根本也都不知道。是，对不对？我们是机关信赖原则了哈。那如果说我们去查，其实机关不拿出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放了什么，其实也一样的状况。不，这我觉得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啦。刚刚你讲的哈、嗯，你们本来就有这个权利到现场去看，是你要做一个积极的大局长，好、嗯、啊，或者是做一个就是书面审查的啊，这样子一个哈，这个我反正就一个普普通通的这样子来做，也是一种方式。啊，积极做也是一种方式。我是觉得说，好，既然有这个位置，好，我觉得你积极的做了，然后像我们刚刚要求的，那赶快去做了，好。另外啊，哈，我们今天如果审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法案，哈，你觉得会不会跟这个到时候促转条例里面的跟这些会有些冲突？
我们认为在处转里面就要求行政院要成立处转委员会来处理整体的政治档案的公开问题，所以刚刚在书面报告里面有特别提到，如果处转会来做整体的检讨跟规划，我们认为会比较没有将来竞合上的一些疑虑。那所以建议是一起讨论，一起检讨，一起检讨，对。好，啊，你们是负责，你们的角色要扮演哪一个角色？目前在委员所提报的这个草案里面是订定档案局为这个主管机关，我们非常乐意啊，如果说有特别这样子的规范的话，档案局非常乐意。那但是因为目前处转条例同步在进行当中，因此我们会建议能够做整体的来检讨跟规划。不，我问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主管机关还是你们啊。是。对啊，好。那我觉得还是你们就是积极去做了，因为我这一个法案里面，我个人哈，其实像东德，我们手上的资料，东德它当然是很完整，但是因为它没有像我们年代这么久了，它那时候的档案的什么的，它当然会比较完整，比较好处理。不过像我们如果在有一些公布的话，有一些加害人，他可能也是被害人。好，我觉得哈，有一些加害人，他可能也是被害人，有些东西我们可能要特别的去注意了哈。那反正我就是请局长哈，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单位，我希望你们两个礼拜去把他们的所有的机密的到底有多少件，然后有什么，做一个总目录来给我们。好，不要在这段期间之内那些机密的资料忽然不见。好的，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请回，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尤美女委员。主席，还有所有的委员以及说立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有事可以请我们的档案局这个林代理局长，好，麻烦代理局长。还有国史馆吴馆长，请吴馆长。我想第二次上来，我们不用行礼了，谢谢。林代理局长好，今天这个我们要审这个政治档案法，那当然您在这个报告里面提到说，因为政治档案法的这个部分是属于这个国家转型，是属于这个转型正义的一部分，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定有这个处转条例，所以是不是要等处转条例通过以后再来处理。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这个政治档案法其实是从上一届就提出来，但是呢非常遗憾一直被国民党挡在程序委员会外，一共足足挡了60次。那这一次呢，好不容易我们这个政党轮替，立法院政党轮替，所以呢我们的政治档案法才能够被排入到今天的这个委员会来审查。那当然呢，对于政治档案法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在这个上一届的时候，其实也跟这个林局长呢，这也很多的沟通。那你们一直觉得说政治档案法不需要另立专法，只要在这个原来的档案法里面去制定就好。那这里呢会牵涉到的就是说，在你们一般的档案法里面，其实是在处理一般的国家的档案，对不对？那对一般国家的档案，它其实是对这些国家的这些的记忆的这些的保存，所以跟这所谓的政治档案是对于这在威权时期，不管可能是从228事件，然后到这个白色恐怖时期等等，后来说的这些的整个政治事件里面所有这些所发生的不公不义的这些当时的事情，那当时的历史真相到底是怎么样？这些受害者或者他的家属一直在等待着这些真相的一个厘清，所以这个部分呢，他的这个的对于他的公开、他的使用、他的应用、他的管理等等，跟一般的国家档案，我想应该是不一样的。这里面也会牵涉到说，在这个政治档案里面，他可能会有当年很多的尿杯案，他们去做了一些不实的这种指控。所以呢，今天对于这些的政治档案的一个公开，他可能会牵涉到很多的隐私。那这里面呢，有些的隐私，它可能是一个不实的一个记录。所以如果这个部分就这样子直接的公开，我想对有些人可能是一种受害。所以它的公开其实是要经过一个非常审慎的去处理。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政治档案它跟一般的档案，不管它的公开、它的保存、它的管理等等，事实上是都不一样的。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对一般的国家档案，因为自从有了这所谓个人资料保护法出来之后，我们就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全部都动都留在那里。可是今天对于这些的政治档案，我们要的是历史真相的呈现。所以呢，你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用动。我想，如果都全部都是动装的话，我想这些历史真相是没有办法被呈现的。所以呢，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性质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把它定在同一部法案里面去。当然，你要硬把它说好，我定一个专章，那也可以。可是事实上，你一部法里面，我想它有立法的一个精神。每一部法它为什么要定这个法，一定有它的一个立法的宗旨跟它的精神所在。然后依照这个精神跟它这个立法的精神，你去会去规定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的各种的规范等等。那这样的一个东西跟说两个完全它的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的目的完全不一样，它的使用、它的应用、它的保管等等都不一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把它硬成塞成是一个法，是不是有绝对的必要？是跟委员回报啊，目前我们之前是设法把相关的有关政治档案的一些比较特殊性提供的条文是放在档案法修法的有三个条文里面来做处理。那目前因为修法的案子，我们已经获得立法院的同意，行政院是要求我们撤回来重新来做研议。好，那你们是最近会再去弄一个政治档案法？我们会依照这个目前我们就是在因为现在处转的这个政治档案的公开是将来处转会的任务之一，因为事实上在处转条例里面，如果你有看的话，其实里面是另一法律定制的，对对 对, 对，里面是有说要去。然后在这个所谓的处转条例里面，我们的所谓的政治档案的定义也会跟我们政治档案法的定义会是一致的。是，所以当然这里我们是会互相搭配，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的政治档案法一定要处转条例通过之后，然后由处转会去规划以后，你才能够去这个去制定这个所谓的政治档案法嘛。是，跟委员报告，我们会先行准备相关的这个资料，例如说。是以这个专章，或者是说有没有需要做专访，我们会在档案局的内部先做准备。但是整个配合行政院对于处转会要处理这个处转会里面要求公开政治档案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依照行政院整体的检讨跟规划，再看到时候怎么来搭配跟处理。好，我们希望说这个最后我们不会等你们哈。谢谢。那另外呢，就是说刚刚其实也一直在追问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政治档案法。政治档案的这个部分呢，它目前好像是散在各个机关嘛，是不是？目前其实我们能掌握的多数，我们能掌握几乎都已经移到档案管理局来了，所以才能够有说我们有413.63公尺，那这些是集中到档案管理局来的。但是你这里面的政治档案，事实上你的范围是很广的嘛，对不对？你把它用所谓的政治档案类嘛。目前主要的内容是228美丽岛以及在戒严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当时我们在清查的时候，这个重大政治事件是筛选请教学者专家筛选了200多个人民去这样子到机关去清查出来而移转过来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好，当时呢这些我们有知道民间有侦促会嘛，对不对？所以民间他们在追查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发现，在公卖局他们的档案里面。就发现里面当初这个所谓228事件的当初的被枪杀的，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卖烟所造成的这整个事件的爆发嘛，所以在那里面就最原始的档案是在那里，而不是存在这所谓的国防部啊或是军情局里面。所以事实上呢，就是说很多的东西、很多的资料、这些的档案、政治，就说你们把它分成说，哦，我有所谓的政治类的，那你们。当然你们从这个角度去收集，这是一条路，可是事实上呢，它还有很多的东西，说实在的，我不晓得说如果今天这些档案，因为在戒严时期党国不分的情况之下，很多的档案是存在国民党的档案里面，对不对？他们的这个资料里面，今天请问档案局，你们这个档案局，你们可不可以去跟要求国民党把这些资料拿出来？是，跟委员回报，刚刚您提到几个问题啊。公卖局的档案，因为公卖局它是属于公营事业民营化的一环，我们在92年已经启动了一次的征集跟清查，目前属于公卖局的档案已经全部移到档案管理局来了。好，这是第一个回报。第二个，等一下，那这里我顺便问一下，所以你们是所有的国营事业单位转民营化之后，所有的这些档案全部都回到你们档案局来了吗？目前只有都移转完了，还是还有少数？只剩谁？公营事业都移转完了吧？好，
目前有少部分的烟酒还没有移，但是大部分的包括台金，好，或者是说这个台肥等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供应商，当时1992年曾经启动一个清查的计划，已经完成审选之后，目前几乎都已经移进来，只有少部分还在处理当中的。好，这个是第一个跟委员报告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政治档案，我们虽然用专案去征集，但是档案管理局在征集档案不是只有用专案的方式，我们目前的做法是会用年代逐步的清查，像1993年到1997年，我们曾经针对民国38年以前的档案，要求所有的机关做一次全面性的清查，而且民国38年以前的档案我们全部已经移到档案管理局来了。那目前比较重要的主管机关，我们还陆陆续启动。38年是到38年以前到。没有上限，38年以前只要机关有的。请问一下国史馆，你们那边不是还有一些档案吗？有的，我们国史馆的，因为是2002年这个档案法施行之前，我们国内的档案行政没有这个整体的法制的时候，有不少档案进了国史馆。那这些进国史馆的，有一些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过来的，有一些是在台湾，尤其是台湾省的档案也进来了。那所以其实现在就参差了。那刚才补充跟这个委员报告，就是刚才譬如说刚才提到说有没有228的档案，那我们最近就从台湾省的档案里面。它本来是以册为单位注入，那以从册的名称上面来说，看不出来它是跟228有关。但是当我们整理进到建的阶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有228的档案，所以我们最近就又发现了100多件的有关228的档案。也就是说，这个因为整理的单位的不同，会找出不同的结果来。那您找出这些的资料之后呢？现在这些档案现在是在你们国史馆还是在档案局？在我们那里，因为它本来是台湾省的档案，所以就在台湾省的那个权中里面啊。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整个一个档案，国家档案这里面就有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档案，好，政府机关的档案、国家的档案等等。散在各个地方，那可能就说依照你们就是说好，我今天用这个年度，然后去要求你们提出来。当然，很多的机关他可能觉得说，这个他可能有些档案根本就是零散，连整理都没有整理，所以事实上是散在各个部分。那有些可能甚至当年可能觉得说这个不重要，因为在以前根本没有档案的观念，所以呢，有些可能散落在民间，才会前一阵子有这个所谓的民间卫星的他们收藏的，而且他们后来跳出来说，我这里还有几千件，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到底是应该你们档案局要去征集，还是国史馆征集，还是这个归到底要归谁？那另外，我相信在国民党的这个档案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应该是属于国家的档案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你们可不可以去征集？如果说没有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档案法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不晓得依照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档案法，你们可以去做到吗？跟委员报告啊。就如果民间的档案而言啊，目前在档案法的这个相关法制的要求里面，我们必须要透过，因为像机关法制上要求就是移转，好，它是法定的职权。那但是如果是民间，是属于民间的财产，我们目前能够征集的方式是运用我们的这个捐赠、受托保管或者是收购的方式来取得。那但是要跟委员报告是，其实民间有些档案，我们看到它的档案，它是其实相对应我们去查档案局原件，可能是在档案局的，因为常常有时候一个档案发出去，它会有一些副本，会有些抄本。那有时候这些档案虽然看起来怎么在外面，但是我们有时候核对之后，它的原件是在档案管理局的。好，所以那如果是原件在你们档案管理局，那些附件就不再去处理吗？ 是的，我们那目前我们因为对于民间的部分是要采取我刚刚提到的三个方式，不然就是买，不然就是请你捐，这边就是受托给档案管理局来保管，用这样的管道来做处理。好，目前民间的档案我们是用这样的三个管道来做补强。那国民党的部分呢？国民党的确，我党史会手上有非常多重要的档案哦。那因为它涉及一样是属于民间的，那你们可以征集过来吗？
应该要有社会共识跟法源，我们才有办法处理。目前依照我们目前的做法，我们之前有去拜会过，然后也愿意就复制品或是相关的这个出版品的交流部分来做这个合作。那但是如果强制要做移转的话，目前在相关的法律上其实并没有给予档案局这样的一个职权。那么所以政治档案法就是必须要定了嘛，如果有共识，对对，有法源的话，我们当然乐意，但是就是要先有这个法律的。好，那我再问一个，就是说，好，今天散落在各地，甚至散落在国民党的党史里面的这个很多的档案，或是像刚刚讲的国史馆里面也有一些，然后呢，现在这个国防部调查局，然后各个单位，对不对？我们很多的国营事业，尤其台资辈的啊，很多的这些国营事业现在都已经转成民营的。那这些很多的这些的档案，如果全部都放到你们档案局，你们放得下吗？你们资料库放得下吗？是的，跟委员报告，我们其实已经掌握到目前档案，就是等待着要移转的档案，我们目前估算大概有140公里。是在机关里面等着要移转的档案，这是我们已经掌握到的。那因为档案局目前的档案的典藏量，我们有30公里，所以我们必须要依照先后的优先顺序，好，依序来做移转。那因为30公里跟140公里的需求其实是差距很大的，而且机关的档案它不是静止的，它每年都会成长，所以我们估算就我们的国家来说，我们需求的档案的长期的发展的总量应该大概要预备300公里的这样的空间。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一直有在提报国家档案馆的新建计划。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应该要有一座国家档案馆来做长期的发展。那这个是我们已经在提报计划了。OK，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你们档案局事实上是国家最高的这个档案的这个整个一个保管这个的单位管理的这个单位，所以呢，事实上很多的档案仍然在各个单位，但是因为现在各个单位它各自去管理保管它的这个档案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其实应该是说，你们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一个档案局档案的这个管理保存的这个单位，由你们来统筹说好，今天散落在或是由各个机关在现在的这些的档案，它必须要交回来的，要移转回来的。那因为档案局没有这些空间，所以呢，我授权你们继续保管，但是呢，里面的这些的保管、这些的规定等等，由你档案局统一规定，包括它的档存期限，包括它的使用管理等等，这些全部由你们统一的规定。但是他们等于是帮你们代为保管的机关。然后呢，你们需要的时候，这些如果说好，那所有的目录是在你们那边，甚至就是说你们整个数位的也全部在你们那里。所以呢，人民要去查是从你们那里，但是他要去看实体的或是这些的档案的实体的，是到你们都有这些的目录索引，都可以到那个机关去处理。那这样子是不是就能够节省掉说你们要去盖非常非常多栋的这些大楼来保存这些的实体的档案？那其实呢，这些各个机关它本来档案不断的在发生，但是他们有义务去保管这些的档案，然后呢，它的管理使用的这个应用的这些等等的，全部是依照你们档案局全部去规定的这些统一的一个规格、统一的保管的方式、统一的这些的规定、保存年限等等，是不是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是，谢谢委员啊。那目前依照档案法的规定，其实档案它分成两大块，一个叫机关档案，一个叫国家档案。那属于机关还没有移转前的，好，或者是还没有销毁，它就算是机关档案的范畴。目前是用目录在做公布，而且我们在相关的不管是法规或是作业手册，是全国一致通用的，所以相关的规定是一致的。然后也要求机关要依照目前的相关规范，民众要接受民众的申请应用，它是要提供服务的。所以在现有机制里面，并不是放在机关就不能应用。放在机关也是可以应用的。那至于刚刚委员提到的集中或分散保管，我们认为它某部分重要的档案仍然是应该集中为主。至于这个空间上要求机关做进一步的开放运用的机制，这个部分我们在过去也曾经有一个合作这个委托代管的机制，好，要求他用一样的标准来提供服务。过去有一些少部的机关有合作的经验。主席，我再问一个问题，现在依照你们档案法规定，就是说最长保存30年。那很多的档案现在有些的还列为这所谓的机密档案，还没有解密的这些档案有多少？您说最长保就是在解密的时间最长，就是它必须30年就要解密嘛？是依照国密法的规定，是。那现在就是说还没有解密的档案到底有多少？你们知道吗？
在全国各机关的数字我们目前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在政治档案类这一块啊，档案管理局目前原本一进来有9000多件的列密等的档案，目前我们要求机关解密，到目前为止剩下200多件是还没有解密的。那为什么没有解密？主要的原因都是属于情报来源要做永久保密，或是有一些业务上的他们的检讨，因为在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机密档案的解降密与否，它的权责是给予原赋予这个机密等级的机关才有权来做机密档案的这个解降密的检讨，所以依照目前的机制，我们必须回请原来的机关来进行这个检讨跟处理。那对于这些我们所谓的敏感的政治档案，那可能不是牵涉到所谓的国家机密的那一块，是不是可以全部解密？我们目前每年这个是应该可以在政治档案国家机密法。我们目前是200多件，剩下200多件啊，像228全部都解密了，每一早剩十几件。那重大政治恐怖呢？哈，白色恐怖，白色恐怖部分大概目前有200多件啊。那我们每年都会请机关去检讨，看能不能解密。那尽量，因为我们其实已经从9000多件已经减将近9000件减到目前剩200多件，所以每年都有在做检讨。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全部，就是说所有跟政治敏感，就是说政治档案全部都归到你们，全部都移转过来，然后呢去是不是都可以？应该它应该不属于国家机密的吧，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解密的吧。我们尊重原机关的判断，解密与否或者降密等是原机关的权责，到现在一档案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对，我们没办法决定，我们只能请他们检讨。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再讨论。谢谢，谢谢。好，谢谢，请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许淑华委员，许淑华委员，许淑华委员不在，请周春明委员。谢主席，哎，还是有请那个林代局长。请代局长。委员好。局长好。那综合刚刚几位委员的询答了哈，那其实大概我们可以再确认几个问题，再确认几个你们的说法。那就我们整理出来的资料哈，就是1991年12月德国通过这个史塔西档案法。那所成立的史塔西档案局目前收藏的档案量是111公里了哈，平均一年新增的档案量是4公里左右。好，这是史塔西档案，应该就是我们这边称的政治档案。那我们跟他来比较哈，那档案管理局是从2000年筹备至今收藏的档案量是17公里嘛，这个数据对吗？17.7公里是。17.7。那我们如果算平均值的话，是一年新增档案量大概是1公里了哈，1公里。那照刚刚局长你们的报告，就是说政治档案的部分哦，你们总计哦，从累计到105年6月底，你们总计征集移转相关的档案是413.63公尺嘛，所以是不到0.5公里嘛哈。所以我要跟你确定，就是刚我们也提了很多的个案，好，那有些这些个案还有大家关切的一些档案都散落在一些单位，那最主要还是要请教你，就是说那档案管理局或者是政府部门哈，大概包括国史馆，你们大概还可以再做些什么，就这个政治档案的部分，然后来促进这个收集跟保存的能量，有什么具体的积极作为？就像你讲的，你说要等促转条例过之后，然后再来总体检讨。那现在应该是大家这个议题也讨论很久了嘛？我们想了解说，那就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有什么样的具体作为或计划？是。首先跟委员先说明啊，您刚刚有帮我们计算说我们每年的成长量大概是1点多公里，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典藏空间不足，所以我们慢慢的以还有人力经费上的关系，因为一进来我们就要做修护、数位化扫描等等的工作，所以我们是你们还是有原本保存，然后还要做数位，然后再对。对，好，那所以我们是依照我们的这个计划，逐步每年有一定的这个移转的数量来逐步移转。逐步每年大概是多少？难道就是1公里吗？没有，我们目前大概是一年2公里多左右，2公里到3公里。好，那因为新庄我们其实是102里才刚刚搬到新庄，那新庄是我们第一个永久性的国家档案库房，之前都是跟人家租借的。那个地方有30公里，所以我们这几年来就稍微快一点，我们会有2公里到3公里的一个移转量。
好，那将来假设说有国家档案馆，我们在相关的规划速度上也可以再更快一点。好，这是第一个跟委员做说明的。那委员您刚刚有提到说对于政治档案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在这个其实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从89年筹备时期开始，我们就专案去征集，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很被动的在等待什么。那在从89年到现在，我们大概启动了8次。那在今年的6月，我们也自己就发函给全国各个机关，请他们清查在戒严时期这段时间，包括228跟戒严时期这段时间。为什么今年6月才做呢？但之前我们已经启动8次的征集了，对。之前已经启动8次，那今年这一次我们其实更进一步要求清查之外，并且要求所有的只要是戒严时期跟政治档案有关的，全部要改列永久保存，不管你原本是定期或是永久，全部改列永久保存。那依照我们的机制，属于永久保存，我们要求就要来做移转，这是我们今年在六月份就启动的工作。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解读说，那国家档案局的发文事实上对其他的机关是没有拘束力？难道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说你们档案局的发函是有拘束力的吗？移转的工作要求是在档案法明定，各机关它在属于永久保存的档案，经过这个鉴定审选之后，它是依照档案局的要求要来进行移转的，这个是法律上明定的。那我们请机关清查，那清查目前其实陆陆续续在回收当中，因为给机关的时间是到8月中。8月中，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就可以？那刚刚委员有要求是2个礼拜嘛？那你们大概陆续回函是八月中是最后的期限吗？还是8月中开始回函？8月中是最后的期限。刚刚委员要求的是2周之内要我们去特定的几个机关去了解机密档案的保管情形。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指机密档案而已，是指属于戒严时期跟228相关的所有档案，我们请机关进行清查。那目前有一些机关已经回复了，目前我们掌握到还有这个十几件，有2个机关还有10几件的档案，我们会陆续来做处理。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资料就送到委员会来？是的，刚刚委员也有特别交代说，等8月15号截止之后，我们会收集所有的相关资料，整理他这个回复的情况，会跟委员会来进行报告。好，那接下来我再请教你哈，这个就是相关法令的规定。我们刚刚有几位委员都有提到这个陈文成命案嘛哈，他是在1981年7月他沉尸在台大校园。那今年大概是35年了嘛，哈，满35年。那刚刚大家质询呢，好像是这个档案我们推定啦、臆测啦、认定，应该还是在应该是在那个国防部嘛，是不是？刚刚国防部的答复是这个。我们档案局有陈文成的档案。我们档案局有陈文成的档案是。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如果依档案法22条的规定是30年后就可以开放嘛？是。那这个档案如果说它的我们开放，当然也是限于它的遗嘱嘛，是不是？嗯。还是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解释说明吗？好的，或者相关的单位可以来阅览申请。是，档案法施行之后，包括国家档案跟机关档案都是对所有的人民开放的。开放那但是就是它是都可以来做申请的。那但是如果里面有涉及到其他法律所限制的事项，像个人资料或是个人隐私的部分，我们会采分立的原则处理完了之后再提供使用。所以并不是只有档案的当事人跟他的家属来申请，但是如果是档案的当事人跟家属来申请档案的话，他本人的所有的档案我们是完全都可以提供的。可是如果别人要用他的档案，那因为有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们会做分离处理之后再提供使用。他的做法上大概是这样子。对机关来讲是开放，如果对个人来讲就是遗嘱，就是要限于他本人的部分就对了。一般民众也可以来申请，是。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档案在档案局里面是现在过了30年的机密的期限是可以开放的。目前根据档案法的这个22条的规定，就是国家档案届满30年，至此在30年要提供这个外界使用嘛，哈。那我们其实局里面只要是移转进档案管理局来的，没有其他的这个隐私的问题，我们原则上是尽量开放的。那但是就说在这个计算的基准上面，我们会以全案的最晚的日期来加30年去计算之后提供给外界来做使用。好，那我再跟你了解，就是我们1998年有成立戒严时期不当叛乱罪还有这个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嘛，哈。
那运作了15年，总共受理1万出头件，然后补偿7965件。那依照行政院2007年7月11号的院会资料是说，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高达29000多件，受难者有约14万人。然后这些资料我们是从那个行政院的院会资料。那我们想要了解说，那档案局就这个部分的掌握是多少？那你们认为说这些应该认定是一个政治档案的话，这些会是放在哪里？那我们要怎么去修复或者怎么去管理？如果是不当审判的档案，目前因为是由文化部还有相关的事项是由这个基金会这边来做后续。那档案管理局在这个相关的档案提供上面，在过去跟不当审判基金会其实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就是他要做补偿或相关事项的处理的时候，通常会要求我们档案局提供相关的档案。那因为他的法律上直接有要求，档案局是不能做任何的处理，我们直接把档案提供给这个基金会来做相关的这个业务补偿的事项。所以这个可以确定，就是说这些资料是在档案是在档案局，但是你们提供给基金会来处理，对不对？对，有相当多的档案是从档案管理局提供出来的。哦，是。好，那这还有一点时间来请教那个国史馆好了哈，把握最后那个。请吴馆长。哎，谢谢吴馆长。馆长想请教你哈，就是说在有委员提案的这个政治档案法草案里面，他有将贵单位就是总统府国史馆是列在政治档案的征集与官方研究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你可以就这个部分说明一下你们将来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之后的具体作为吗？好，这个在这之前，我们国史馆就对于228跟白色恐怖时期的一些政治案件，因为我们在第一波，就是大概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当时候的政府做了相当大的一次的普查所得的档案为基础，我们出版了一些资料集了。那如果这个政治档案法继续推动下去，然后一定会再出现一些档案，那我们也会继续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做下去。我们已经资料库也好，这个书本式的纸本式的这个史料集都已经出版过，所以对我们来说是这个已经很有经验了。所以后续的研究工作就由国史馆来负责，就对政治档案。基本上我们是编辑史料供大家做研究啊。好，谢谢。好，谢谢。来，馆长请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好，我们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许淑华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现在我们有一个提案哦，请宣读。提案 A 鉴于与228事件、国家总动员体制、动员抗战体制及建元体制相关，涉及当时镇压、调查、侦查、私刑、拘禁、起诉、审判、执行之国家政府各级机关构、组织、人员组成、程序及司法判决与国家总动员业务执行之政治档案，目前由政府各级国家机关构、中国国民党及其党营机构及行政院所设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所保管。不同单位对于所保管档案之分类标准、保存年限认定及开放应用方式不一，政治档案之保存、开放及应用迭生争议，甚至发生疏于保管而致档案破坏、销毁或流失状况。原请档案局针对前述政治档案之保存、开放及应用，邀集民间团体及专家学者召开公听会，研拟具体解决办法，并就订定政治档案专法或增订档案法之政治档案专章拟具推动时间表，于2个月内提交本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
提案人由美女周春米、庄宏禄、顾立雄宣读完毕。好，请问档案局有没有困难？在麦克风上讲。跟主席报告，没有困难。那是不是建议倒数第三行这个公听会的文字能不能修改成会议，让它就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游委员，这个档案局是希望能够公听会改成会议，可以吗？啊？是我们委员会要召开的？不是，你写的是请档案局召开。所以是不是建议委员可以修成？那这个他们改成会议啊，我们开公听会，我等一下会来宣布，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就修正哈。好，谢谢。把召开公听会改成召开会议啊。没关系了，会议它什么样形式都没关系了哈，就是会议让这个会议的形式让他们决定。好，我们提案就修正通过。那么另外刚才这个还有委员林俊宪的书面质询，我们一样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啊，然后请机关以书面答复。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政治档案法牵涉的比较广，很多问题复杂。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询答之后啊，那么我们会排定时间召开公听会，听取各方的意见啊。那么我们公听会之后啊，我们再来进行对于条文的处理。好，我们今天这个包括两个案子啊，都另定期继续讨论。好，我们今天散会，谢谢各位。